个发明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？锤子剪子布，其实那是一种解决分歧最原始、最有效的方法。弹簧手，耍赖。分歧终端机的问世，一举攻克了这个难题。把手伸，锤子剪子布，一、二、三，有意思。万利我买，开个价，200万吧，100万。要不这样，他说了算，不带底儿。锤子剪子布，好了吗？好了，一二三，愿赌服输，成交。我说的是美元，少废话，我说的是英镑。